本届 SBL 的票选结果，富邦勇士的球星何守正在亲友以及球迷的助阵之下，最后以明星白队的人气王前进 All Star Game。其中目前在中国 CBA 打拼的马吉林志杰和陈世念更拍了影片帮忙拉票，让男主角相当感动。谢谢所有帮我投票，因为我知道投票这个东西其实很累啦，他们一定是每天日以继夜这样投，然后包含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这样，就真的很感谢大家投票给我这样。大家会这么积极催票，除了因为何守正的实力还有人气，更大原因是何老师计划在这个球季结束之后要高挂球鞋退休，期待他能够在球员生涯的最后一个球季，不止在明星赛的舞台不要缺席，也更希望何守正能够留下更多的美好回忆。那明星赛我觉得就是该认真就是要认真，只是要保护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对手，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比赛而是要准备的，所以我想明星赛应该也是还是会很好看的，而且我想这一次对自己而言，我自己而言是意义很重大，那我更是会认真努力。而除了男主角相当期待，总教练杨志豪也承诺会给何老师足够的时间上场，球迷尽情来加油呐喊就对了，会给他多一点发挥的空间，所以期待他有可能是今年明星白队的 MVP。 很感谢豪哥这个部分，他这礼拜有跟我沟通过，如果有状况比较好或者体能状况允许的话，当然如果豪哥要摆我上去，我随时都是准备好，就是打到没有力了，对啊，那我还是会小心来比赛啦。何守正也透露，明星赛当天家人跟朋友都会到场，也希望球迷一起来帮他还有白队的队友加油打气，感受一年一度明星赛的魅力。我来电视张建宏、黄化君采访报道。